你若要带，阮真欢迎；啊，无要带，请你离开。我即马就进，互人客知影讲，你规间民宿拢是空的。叫你放开，放开！你竟然逃出那个小灰圈了！到底是金雪莉还是夫人金雪莉是小狐狸精？你竟然笑了，给我放去啊！我打死你的狐狸精！奇怪，我哪会叫我弹出来？敢讲是因为雪莉受伤，我才会叫我弹出来？啊！金玉卡在这，手机阿真正藏在厝里，袂记即体啊！你等我一下啊！无得空哦，是你记唔对啊！这个代志我就会当当作有办法成功。我那边来叫啥呀？一下做出500万的解决代志，哦，我是足感心的。卡苏建明是你的后生，你敢愿意和伊交一个这么复杂的对象？讲一句较歹听的啦，我听着是亚婷妈妈跟因讲好的啦。我都不相信了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救得出他嘛！领导，我请假。是什么？这些超贵的物件，没有领导。既然没办法帮我的话，那我另起高明了。